好辛苦，我还要叼一根烟。我帮你拍一张照片吗？有需要吗？可以有人就拍了，不怕，等一下，来，稍息，等一下，练一下。然后所有旁边就全部都闪，全部都闪。阿妹，又来做什么？求我怎么修理你？我靠！赶快过来，真心的。他是消路，他是消路。不要这样，让他抢。对啊，消，然后最后还是我切好的。阿丽呀，还好没有中其他部分，不然我赔不起。对，可以。看我怎么修理你！阿丽，你真会躲，别跑！没有，因为那个要转的时候，因为我太矮了，我太长了，所以我会打到。王八蛋又来干嘛？看我脸！没砍到，再一次，来，因为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喜欢吃萝卜泥的话，可以来现场。对，可以来现场，因为我们砍了蛮多萝卜的。我自己是对很多事情没有所畏惧的，因为这些都是天注定。所以刚刚导演在切的时候，你有害怕吗？刚刚导演在切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导演，我们以前有什么过节跟误会吗？”他说没有，那我就放进去。他最后讲，哦，他说叫大哥吃什么？对对。那我再丢一句让他恨了。我有点开心。你的温暖只有我知道。对啊。只有我看得见。我应该再来。那我要唱哦。你的温柔什么？只有我看得见。只有我知道。啊，只有我知道。花虾。燕姐啊，好，那就讲这句 ，OK， 好。这么多年了，你的汤鱼问还是一样这么好吃。这是你没配糖的呀？干嘛啦？我要打他。问说，我平常是不是就会讲甜言蜜语？其实没事了 ，OK 了。其实很难呢，因为在老婆面前都装酷啊，那就是偶尔一高兴起来的话，才会有一两句，也是比较温柔一点的，他就会好像如获至宝一样。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三个字哈，我从来没有正经的讲过。好了，我爱你了，顶多是这个样子。那如果刚刚那一段大家觉得还蛮好玩的话，那我想这方面我是有潜力的，我会练习一下，能够讲给老婆听。有潜力，绝对有。Steady cam 是拍戏第一次用到，啊，不要，再开一点点嘞，啊，谢谢。但是偶像剧是第一次，好，大家可以来了。很累，那个 Steady cam 要受过训练才能，不然会伤到腰。这一句啊，就只会这一句。好听哦！我要拿金曲歌王。你们说一句。李秉宪吧。挡不住的太阳，不管我的
在我想过最暗的地方。后面帮我配一下，又把阴影都释放，慢慢把心解冻之后变得滚烫。哎，谢谢，请投钱。许愿池在这里也可以投。借也要借过来，借来来来，放一百块。他看两个字吧，翻过来也是一百块。变成小康的结束了，谢谢。好烂哦，华人家，谁会有，谁会表演啊？巴厘岛，四季都是夏天。我知道七月七耶，今天一起床人就在巴厘岛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很少。所以我们这视觉花了大手笔。片头，对，我现在很想要，就是等一下拍完的时候，然后一往左脚，然后找到这个。可以啊，前面那边就三块那儿，很多外国人嘞。哎，大概到小腿。Hey man， 天体。Bonjour。是越南的。Como está la luz？瓦迪卡。真的。泰国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巴厘岛，巴厘岛是泰国的，是吗？是吗？万尼啦，我要躲一下。泰国是，苍蝇喜欢到哪里去？毕竟你知道，美女通常身边都会围绕很多苍蝇。真会转。什么巴厘岛？这是我私人海滩。杨明威没看过，这个家长，大阪的，就我这边拍，这是我家的仓库。专门放一些保时捷啊、法拉利啊，还有兰博基尼的东西。肉肉，肉肉，你在哪里？肉肉。好，对吧？对。有必要大爱这个看法？他不是很爱啊。很香嘛。很香。你把我看，配叔叔在偷吃你的，叔叔在偷吃你的零食。没有，没有味道。再加一口。有不要啊？嗯。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啊？看谁的？那个黄色的。嗯。你在哪里？你看他演。很香，但是没有味道。没有味道。小狗不能吃有调味。真的吗？不要叫他啊！我心可，我要赚钱啊！随便你，我心可没泪啊！所以我们全部都是幸福体质，就只要沾一点点酒就会来。最重要的是喝酒真的不要开车，开车不要喝酒。对，然后突然间宣导广告，然后如果喝醉了千万要找指定驾驶。对，然后喝醉也要收看，喝醉也要收看，没错。有没有发现另外每次看到你就好像看到陆天使，让我不知不觉就想要走人。以上节目感谢 Holika 台湾总代理赞助播出。